车深圳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教大家如何攻楼和守楼的小技巧。攻楼的时候千万别脑冲，要先观察周围及房内的敌人动向，再往屋内丢投掷物进行消耗，进一步从心理上威吓敌人，当敌人倒地就可以开始进行攻坚。也可以通过攀爬直接从建筑外侧观察房内情况，找机会给防守方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哦。守楼的时候只需要找到敌人视角看不到的卡点位就可以，尽量不要露出脚步让敌人发现你的位置。当敌人要攻楼时，也可以提前丢雷在被进攻的路径上，幸运的话还能反杀敌人哦。以上就是攻楼和守楼的技巧，祝大家今晚吃鸡，我是汉堡，我们下次见。